你拍一，我拍一，小鹿老师在这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语言训练营，准备好了吗？跟着小鹿老师一起学习吧。出前门往正南，有个面铺面冲南，门口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摘了他蓝布棉门帘，面铺面冲南，挂上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还是面冲南。绕口令不好说，慢慢练习就会了。出前门往正南，出前门往正南，有个面铺面冲南，有个面铺面冲南，门口挂着蓝布棉门帘，门口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面冲南，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面冲南，挂上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还是面冲南，挂上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还是面冲南。这次读得不错哟，加油哦。出前门往正南，有个面铺面冲南，门口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面冲南，挂上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还是面冲南。出前门往正南，有个面铺面冲南，门口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面冲南，挂上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还是面冲南。跟着小鹿老师再来读一遍。出前门往正南，有个面铺面冲南，门口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摘了他蓝布棉门帘，面铺面冲南，挂上他的蓝布棉门帘，面铺还是面冲南。本期的语言训练营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小鹿老师在这里。